来，那我咱各位学员那个各位同志哈，咱陆陆续请就坐啊呢，啊。这对正休困的时间啦，去咱隔壁高级班啊，听咧上课咧讲这沟通的语言啦，吼，啊，这有当下这也真趣味啊。我就是想起一件事啊，较早迄当阵，我去美国去哈佛大学读册时，迄当阵拄去的时阵，我家己去，阮太太也未去啊，吼，啊，所以啊，我去遐时阵，等着我一个较早的老朋友啊，啊，他知道我一个人在波士顿的时候，啊，伊咧像迄周末，伊拢接我去因家吼，啊，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大家聊天啦，啊，喝啤酒聊天安尼啊，啊，我真欢喜啊，在国外等着较早的老朋友啊，都去遐啊，每次聊都很愉快，拢讲到足晚的。啊，特别要等伊，我咱拢足歹势，咱拢习惯的跟他讲，就是啊，歹势歹势，吼，啊，这个在我们来讲是讲我们的不好意思，是讲啊，这個、打扰到这么很愉快，但是真歹势安尼。但是有一天，他一个小，他儿子在念小学，那美国囡仔较，那美国囡仔较天真，那较直啊。他就问他妈妈说：“妈咪，这个 uncle 哦，这个叔叔哦，每次来我们家，他都做错什么事啊？啊，不然为什么每次他都一直在说 sorry 啊？”他说：“每次为什么我都得讲拍谁啊？一个来到的人到底用做唔到啥代志啊？”啊，其实讲来，小孩子的想法都很天真嘛，就讲个，这伊唔知道，其实咱。那大人学工啊，拍谁拍谁其实是我们不好意思给你耽误到这么啊。我虽然很高兴，但是啊，还是给你耽误这样，加拍谁啊？囡仔是想讲，奇怪，这个 uncle 到底来到是特别能做什么代志啊？呢，做错什么事？这有人讲这鸡同鸭讲啊，吼，这个你们有冇讲过？另外一个笑话是讲吼，讲一个阿伯啊，咧装卡，伊拢唔捌出门啊，一边就讲吼，要去台北吼看囝啦，吼，啊就去火车头吼买车票啊，啊伊买是买普通车，买慢车的车票，啊伊就唔知影车来就来爬起去啊，啊迄个啥迄个车长来吼，迄个车长来就啊看个验票是讲。哎、欸，阿伯啊，你这爱包票呢？阿伯就讲，为什么要包票？伊讲，阿伯，你这车吼爱包票，这唔对啊？讲，伊阿伯来讲，这么奇怪呢？啊，这车票加嘛是恁加，是阿伯啊，要叫阿包？啊，你要加都加，不免阿包，吼、哦。他是想说，车票减的都减，要怎么？你说要补票，他说没变阿补票。啊，你的车长在讲，唔啊，包票唔是啊，票包起来，不是讲因为吼。你买的是车较慢的车吼，啊你坐这班较紧啦，所以爱补票爱补钱啊。伊讲无安尼，无你就叫司机塞较慢的，我也无赶时间啦、啊。这个叫做鸡同鸭讲啊，吼啊迄、那个啊度假，我想度假下课的时候，还有咱一个学长啊加。讲一问，我想即马先讲，无啥我袂记。你讲啊，咱即马要迄个四大印吼，要开200亿，啊讲则收入才有才百二亿，啊咱啊无到80亿安尼吼，啊政府安尼，啊这个有两个问题啦吼。第一个当然，这就是讲咱即马家长在怀疑的，就讲啊这个是不是值得？就讲啊那他80亿来讲办一个大学运动会。啊，这样值不值得？哦，啊，这就是咱对啊上课在讲的，就讲你要不要去看资质的，就讲要省，不是在讲伊这钱有啊无，就讲，而是说你这个支出是不是有必要啊？好、哦，就讲你这支出来讲，哦，你第一个就讲办一个，就讲像咱前几年啊，咱市政府赶快办一个花博对不？啊，花博家长今晚在想讲，啊，花博办一办，现在留下什么东西？啊，开下侪钱开。开几百几亿啊！开啊！即嘛嘛唔知道。啊！伊当时花博如果要办，为什么不办在咱社子岛？想无把社子岛的路，想无把个老一个交通改善。啊！即嘛等下盐山遐办办了，现在不知道什么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咱干部工预算审查对我们重不重要？我让干部工好像跟咱距离有点遥远，而且哦，像我对他的胸口，我不知道恁干部工，我有让干部工哦，这个贡献会不会？
一直想，咱来讲要我来讲这个预算审查，或者刚刚第一个想说这个这么枯燥的课题呀、啊，这个要怎么讲啊？够人要听，好、哦、啊，听到会度孤未？好、哦，这进来我马上说啊，但是你进来想起来，有跟我们好像距离很远，但是跟我们也没有影响。请那边的学员马上就跟我讲到说啊，就马上。这些四大运被个踏票这一集值不值得？对呀、啊，我得还一个啊。那我们是不是又要来看一下说这个钱值不值得的问题呀、啊？好、啊，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讲，那审查来讲，这钱来讲，让它开是不是合理？好、啊，这钱这样开的话，这怎么样？啊，当然因为这是属于台北市政府来讲，这就是咱的现应该这个监督是这市议会呀、啊。哦，市议员，那所以咱有那市议员，咱得爱注意哦。像这种的话，哦，跟我们还是都有关系啊，那啦，啊、哦，那如果说咱认为说，哇、啊，这四大运哦，这大学运动会这些有对国家有帮助，对什么有帮助啊？一定要花，好啊，那你得背着也那个钱的话，那就当然要解决，还是有很多种方法啦，有中央政府补助啊，或者是台北市政府。啊，逐年摊提啊，很多种方法，但是迄拢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就讲这个支出是不是必要安尼呀？哦，好，那基本上同学大概学员都就定位啊，哦，那我们就开始再继续上我们的课，哦，啊，虽然我感觉讲，我对阿公讲，虽然我一开始我是就犹豫，就怀疑讲这种预算这个课这枯燥的课要怎么上啊？哦，你们听起来会不会打开？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其实我站在这上面看过去，其实我觉得说大家的上课精神呐、啊，都比我想象中的好啊。虽然呐、啊，哈，咱家讲起来，有些看起来有一些那的同学看起来年龄可能是稍微稍长啊，哈，但是我是个人是很佩服啊。美术我起码教的囡仔来讲哦，我觉得我们的最少看起来那个。上课的这个什么，上课的秩序跟这种态度，打瞌睡的人、哦、到底还是少很多啦。啊、哦，这点、哦，也是要给大家、表达一下我的个人的这些看法一下，这样子哈、哦。好，谢谢。那咱今晚个继续，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我想我们就继续再来，哦，再来上这个啊预、哦、算书哈、哦。我跟队长讲，预算书的各内容。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部门，因为都不赶快嘛，所以一定都不一样。而且，但怎样讲？比如说像那就分是立法院，啊、哦，立法院相对它的行政是较单纯的一个单位啊，啊、哦，它只是一个议会，立法院也没有什么附属单位什么啊不，哦，但是立法院都像经济部、交通部，哦，他们那个预算书可能就是哦厚厚的，所以每一个单位它的内容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一些架构、一些主要内容都是这些，都是一致的。第一个一定要有总说明，第二个有主要表，第三个有附属表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总说明是什么？哈、啊，总说明通常就是说你几个文字叙述，等于讲你这个单位、你的组织、你的职掌、你的目标、你的现象、你的施政的计划、下个你的编制过程，这个都可以在总说明来对。你做一个什么背景说明啊？啊、哦，这个我只是做个样章范例，所以我没有把全部印下，因为印下来不叫多少份。如果要把这门练完，我们今天这个课就上完了。啊、哦哦、那这个第一个我们知道说有总说明这行啊嘞啊，那它大部分就是把历届预算的年度预算的背景做一个说明啊。啊、哦，那再来的话，好、哦，第二部分一定是主要表啊。那主要表其实它包含了三个表啊。哦、任何一本预算书都有这个主要表，而且都是这三个表啊。第一个是什么？哦，税入来源别的哈、哦，你按照你的收入，你每一个单位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哪些税入，而且你也按照来源你是税从什么地方来的，按照这个所编的表，那这个表大概是长的就是这个样子了、啊、哈、哦。那第二个主要表就是什么？哦，税出啊。啊、哦，税出按照什么正式别？正式别的一共你要做些什么事啊？按照你的施政项目哈，好、哦，你有一些什么这个税出的项目啊？好、哦，那第三个表就是税出的机关别啊。好、哦，所以我们主要表有
主要表其实就是一张税入，两张税出。税出是比较多，是多一个什么正式别，一个是什么机关别。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教育部，教育部下面还有什么？还有高教师、技职师什么师，还有很多的机关。你按照控制知道说每一个机关别用了多少钱这样子。好，这是我们的主要表。好，那再来的话，哦，还有一些什么附属表啊？那附属表这个就刚才总说明跟主要表几乎是都是大同小异，都是那几个。但是附属表哦，这个就各个单位就差很多了。哦，像这个的话哦，一个是哦，你按照税入项目说明提要表，好，哦，你可以一个是说明。那附属表你就随着你的需要，哦，最一般来讲每一个单位附属表最少都有十来张，最多的到四五十张的都有了。哦，这个是。你用像一般的只有单纯的行政单，像立法院这种可能哦十几张的附属表，但是像经济部、交通部的话，它那个附属表哦可能就有很多的这样子哈，哦。那这个是有关我们的预算书的一个范例，哦，那我们接着来跟大家介绍是有关预算编制常见的缺失啊。我们节省时间，我想我列的十个常见的缺失，我们全部把它。好，我全部把它打出来，我们再逐项来讲。啊，哦，这个我对要讲过，这是讲站在我们审查者来讲，咱无俩讲讲哦，这是伊个啥？哦，这是预算编制因的缺失啊。但是如果站在行政单位无俩，这都是因的没干啊，是缺失呢，还是他们故意的？哦，这都是一个伊个啥？你预算审查的时候，哦，大概等一下讲，得八根的所在啊。哦，那我们来看说，第一个常见的缺失是什么？预算编制未配合国家总资源的供需模式啊，哦，你这个预算的编来讲，不是怎么样，哦，这不是咱编预算来讲，你还是要考虑到你国家的这个，哦，你不能说那天马行空，要你自己想自己歪啊那样，哦，那一定要考虑他有没有配合国家的总资源这个样，咱怎样讲，马英九政府去当中一。马政府一党被酸给情况，他喊六三三，那个六代表什么？经济成长率要6%，对不对？立功他从就任到现在，我们台湾什么时候经济成长6%？有没有？没有。那你如果说，所以一共哎，那个只是把它当成什么？选举的话，听听的以后，你如果真的把它当真的话，我们今天会怎么样？那你预算我完全都失真了嘛？对不？因为你如果说是把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按6%来估计的话，我那咱可能咱整个的预算来讲，会不会跟现实就差太多？那这几年来我们从来没有6%过，卖过6%啦，就是连那个我们那个国发会有时候说保二保三，其实我们有没有保都没有，咱基本上都不到2%，所以讲咱基本上来讲，整个咱的。国家的总资源来讲，但并没有根据这个，所以咱这编的时阵，哦，这个基本上来讲就真有可能有很大的落差啦，哦，因为你有那，你得卖讲国家，就是我们个人，你太过于乐观了以后，你怎么样？我的情况，我明年我如果中了乐透以后啊，哦，中了10亿，哦，那大概我可以买一个什么，那个地保的房子买2亿，啊，哦，然后我怎么样？但问题是说怎么样？我乐透中了没有？啊，如果说我还没有中啊，我只是想说，哦，我哪天是说我去这些去文珠公要抽签，牙公对那边明年走什么走偏财运，一点丢大奖啊！那我家妈想说好，那我就中10亿，那我就开始去给人家订什么订这个地保订2亿的房子啊！这当然人家会把我当作笑话了哈。如果讲说这样，啊，但是如果说真的他相信我以后，他房子要卖给我以后，那我怎么办？我明年。谁给我保证说我乐透一定会中？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在那没有按照那个总资源的估计来讲，这个会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呐。啊，第二个来用可能常见的缺失的是共享税入低估造成国家资源的闲置扭曲公债的政策啊。啊，这个我们经济成长可能会错估以外，过来是讲那个很有可能是选举的可能是错估，但是第二个来讲税入低估来讲，哦，这个大家再想一下，大概在不在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报纸有一则消息是说，我们财政部讲说啊，我们营所税今年超增的，到现在已经超增了100多亿呀、啊，啊，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如果站在我们个人来讲，我今天如果说我个人，我太太跟我讲说啊，我们今年我们家里的收入哦多出来100万哦，我会不会很高兴？会呀、啊，会啊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财政部长跟我们讲说，我们今年的营所税超增了100多亿，其实我们就要想哦，为什么会超增100多亿？我们知道说你的税收会超增，是不是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安怎，咱的景气比预期的好，但是咱台湾今年刚好特别的好。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你因为说啊，景气比预期的，那你企业界都赚的税都缴的比较多，好像这个情形怎么样？那第二种原因就是什么？你当时编预算的时候，你就故意把它低估嘛，对不对？你收入你就故意把它低估。我们知道说财政部有没有这个动机把收入低估？有啊，因为什么呀？如果我当财政部长，我也是希我要把这个编高一点，编低一点。编低一点，我比较容易达成啊，达成了以后，一般民众会想说啊，这个我们超增啊，那是不是开始我们财政部的官员就可不可以开始计奖？啊，你如果说啊那个短收的，大概还要再去课税，再去拼业绩啊。那我如果编低一点的话，是不是我的业绩比较容易达成？啊，其实这样子来讲，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的税入来讲，可能是有什么样子，有低估啊。那税入低估的话会造成怎么样？我们整个的预算会怎么样子？因为我们刚才有讲说，你这一个钱如果说政府是支出量出为入，对不对？你的支出既然已经是固定，那些钱一定要花，你税收如果不够的话，你就是怎么样？你大概就是印钞票或者是什么去举债嘛，对不对？或者是去变卖财产。所以你如果说这个低估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扭曲我们的公债政策。明明其实我们如果正确估了，我们不需要去举债，但是我们可能怎么样？我们要去借钱啊。好，所以说这个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公债政策会被扭曲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税入的低估造成我们国家资源的闲置税哦。所以这个也是好时常会看到的一个什么一个缺失啊。好，那第三个缺失是什么？我们的税出结构无法均衡发展各项的国政啊，因为我们的支出来供，这个在有限的资源之下，会不会有这些排挤的效用？哦，一定会有的嘛，对不对？那会有排挤的效用的话，你这个钱，你进户被走的代志太侪了，党都被走，党都爱挤啊！你什么地方提较侪钱，你什么地方就较少哦。你像以前早期的话。哦，在我们台湾来讲，我们都是什么？哦，这个差不多3年级、4年级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在年轻的时候一定什么？那时候我们是以什么？台湾是以什么反攻大陆为主要目标，对不对？我们是复兴的基地，反攻的踏板。我们是、哦、这个有时候再念下去，我都觉得有点错乱呐、啊。哦，因为他在以前当兵的时候，每天早点名晚点名，到反攻大陆，解救苦难同胞。哦啊现在看以前叫我们讲的人，现在去那边唱中国的国歌，那有时候想说，哎、欸，这是什么跟什么？哦，要不然其实共产党跟我有没有关系？我是四年级，我生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在共产党的国家生活过。哦啊，其实共产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会讨厌共产党，会反共的话，也是我以前念书或我当兵的时候，每天早点名反攻大陆。这个也是以前他们这些人教我要这样子啊，现在怎么这些人跑去那边呢？那就觉得很奇怪啦，哈、哦。那我们可以讲说这些的话是怎么样？在以前来讲，我们台湾整个的国家目标是要反攻大陆，所以我们把很多的经费都放在哪里？国防预算里面啊。那国防预算最高的时候占我们的预算有到30%几呀、啊。你看，光一个国防的话就30%，那其他你说教育、文化还有什么民生、经济这些的话，才其他的60-70%，那会不会有一些造成这些什么排挤的作用？那就是什么呀？就会无法均衡的发展的这些各项国政啊，所以
哦，我们这个在预算审查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说，它这个中间有没有是说一些偏颇的地方啊？好，哦，那这个就是说，刚才我一开始我有讲说，这个政府预算来讲，它是除了会计专业性很高以外，另外一个其实也是一个政治性很高的一个工作啊，就是在哪里？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在争取资源呐，好，那这个争取资源的影响，就是说你会看你政府的资源是放在什么地方啊，好，这个而且你如果政府重视的是什么东西啊，就会影响你的整个的这些的收支状况啊，这个我们可以用很多数字，或者是说我们来看呐，这个比如说啦。我们台湾来讲，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为什么我们的工资水准一直在下降到15年前，为什么我们的这些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感受得到，但是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啊？大家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台湾这个是我们现在存在的现象，但是这个存在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除了骂以外，我们还是要冷静的去思考说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才有办法解决这个啊。好，我个人认为说，我们其实台湾今天啊，这个经济的状况，这个劳工的这些薪资所得会没有办法增加，然后我们的贫富差距会扩大，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啊？是我们台湾啊，我们这个从劳力密集的产业转型发展成为资本密集的产业啊，好，因为在早期民国50几年、60几年那时候，我们是劳力密集。那我们知道说，在劳力密集产业的时候，劳动生产力在你生产要素里面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很重要。你有劳力才有生产，那你生产重要角色，所以你在经济成果分配的时候，劳工可不可以分配到？哦，一定他工资占很大的比例嘛。但是后来我们台湾既然走向这个资本密集或技术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了以后，我们劳动生产力在整个生产的过程里面它的重要性降低了以后，那所以我们的经济成果由谁来拿走？大部分都是由资本家嘛，由资方嘛，哦，这个是这个现象是很必然的。而且是那我们只是在想说，只是说为什么人家，我个人认为说，我们从劳力密集的产业转型转为资本密集，这个方向有没有错？这个方向是没有错，但是我们只是说在想着，为什么人家美国西方国家，人家也是从劳力密集走向资本密集，但是人家没有这些社会现象，为什么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什么？其实当你这个产业转型的时候，你劳工的他在分配的属于比较弱势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要政府要怎么样？要透过政府的重分配啊，比如说我们要增加社会福利支出，照顾劳工，照顾弱势。第二个来讲，我们要怎么样？要对资本家多课税，啊，这个才是可以避免这些社会问题的。但是问题我们来看，我们台湾来讲，我们从劳力密集转向资本密集，但是我们大家来检讨一下，我们的社会福利支出对劳工有没有比较多？没有。我们政府这几年的减税都减谁的税？都减资方的税哦。我们看我们这个营所税从那个什么，那么从25%降为17%，还有我们的那个什么遗产赠与税哦，从50%降为10%，这些的话都是减谁？减比较有钱人、比较资方的啊。所以在整个的经济的转型里面，你劳方来讲就是弱势的话，你本来政策是要配合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做的刚好是相反的，所以才会造成我们台湾现在这个困境啊。要不然来讲，其实台湾这几年是不是真的没有赚钱？不是，台湾我们的赚钱的公司还是很多啊，只是赚钱的公司都分配的这些赚的钱都给谁？给投资人啊，给资方啊。那你劳工在这些的话，可能就相对就比较没有权利了。那你为什么不分给资方？因为我们转型啊，但是政府的政策没有跟着配合啊。哦，这个有时候我们在看预算来讲，来看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帮助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或比较理性来看啊。因为哦，我们有时候看光只有看到哦，为什么这个贫富差距啊，为什么我们的
我们一般国民劳动的薪水一直都没办法提高，我们很生气，很生气。但是除了生气以外，你要想说问题是在哪里这样子。好像这些的话，我们如果说是哦，能够说看得懂预算，看得懂数字，哦，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些问题呀，啊，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有很多的台湾有很多的问题哈，哦，我个人认为说，其实都是说在我们的政府的。有一些事情是你如果是突发的，真的我们怪不得谁。比如说像九二一大地震，那种东西，真的你讲发生这个事情，真的我们不能怪任何人，也不会怪政府。但是像我们台湾，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经济的分配问题，啊，像这几天这个什么，这个十二年国教，啊，大家吵的呢。其实政府在十二年国教最可恶的地方是在哪里？他今天遇到的问题都不是突发的，这个都两三年前大家都在讲说这个一定会发生，但是政府还是让他继续这样发生那个，哦，因为像教育的问题很多，其实这种东西都不是的，哦，这个像这个什么样子，这个那个民国到104年那个，我们说会有多少的小的大学的老师找不到。不是找不到学生呐，啊，哦，这个学生的话会怎么样？会大量的减少。那为什么？因为到104年往前推18年，就民国87年，啊，哦，那一年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要，什么因素都不要考虑，光这个我们的出生小孩子就少了54000多人了，啊。那为什么会少这样？因为往前推18年是民国87年，民国87年那台湾生肖是属什么？属虎啊，啊，虎年呐，啊，那你知道虎年在我们台湾每一年来讲，每一次轮到虎年的时候，那出生率就下降很多了，好啊，那这个民国87年那时候小孩子少了50000多个，这些小孩子18年后就要念大学呀，啊，这个不是说哦突然今年突然人少那么多，18年前你就知道人会少那么多，但是你想想看。50000多个人，你如果说以一个班来讲，50个人来讲，就差不多1000多班呐，差不多1000班左右啦。1000个班级，如果一个班级要专任老师要2.5个的话，就2500个，差不多快3000个老师没有找不到学生呐，这学生都不见了，大一的新生就少了。那你说这个问题来讲，啊，是不是最近才画是没有？18年前我们就知道啊。啊，其实你政府的话，你应该是在18年的，你有很多很长的时间你可以调整，但是我们也都没有，所以有人讲说，这个可能再过几年以后啊，台湾很多的所谓的博士啊，哦，可以一起。现在流浪教师是什么？是社会的弱势族群，第二个弱势族群是流浪博士啊，哦，你看看，是念博士的话，最主要就是训练就是要教书，但是你又没有那么多学生可以教的时候要怎么办？啊，这个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所以我们是在讲说，有很多的话，我们从预算来讲哈，好，哦，是有没有均衡各项的国政，其实这些都可以从数字上的来看呢，啊。好，哦，第四个来讲就是说，中央集权的财政结构影响地方自治啊，啊，哦，那这包括了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跟地方跟地方的不平衡啊。以前我们讲说。中央集权的财政是指什么？中央跟地方，对不对？因为以前我们是要反攻大陆，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人力物力都集中在中央，所以我们就随时要反攻大陆啊。那地方的话，所以啊，这个地方的话，可能财政大概像现在台湾有很多所谓的乡哈，比较中南部的乡，一年的预算才10几亿呀，啊，十几亿的话，你现在能够做什么事？大概扣掉一些基本的人事费的话，搞不好连修水沟。所以修水沟的钱都有问题呀，啊，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早期是这样。那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那现在这几年可能又会接着有另外一个不平衡是什么？以前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不平衡，我们直辖市只有台北市跟高雄市，对不对？只有两个，现在已经是变成5都了。那今年年底又变成连桃园就变成6都啊。那这六都里面之间的会不会有不平衡？你？桃园，你虽然说是你也是直辖市，但是你桃园市你跟台北市比起来，你还只是算个什么小老弟，会不会？你桃园市你凭什么要跟台北市平起平坐？这个我们第一个就问。第二个来讲就是说，那台湾里面来讲，啊，我们2300万，
台北市、新北市，如果桃园再加起来，我们这几个市的这人口就快多少？这八百多万呐、啊，啊，几乎占台湾的三分之一啊。那台湾三分之一，那其他的话，这些乡镇有三百多个乡镇，那你想想看，这个是六都跟非六都的地方跟地方会不会不平衡？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预期，我们在一两年内，我们预算审查里面，我们都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好，那以上这些的话，我们是比较从总体面去，啊，跟大家提醒说，我们的这一个预算的编制的这些疏失错误。好，那我们接着来看，那如果从个体面来讲，这个第五个常见的缺失就是什么？科目的编制不当啊，隐藏性的预算也严重啊。哦，科目编制不当的话，就是说，这个他这个科目的话，所以他可以该用什么的话，会计上科目他就随便自己用。以前我们知道说，以前一个例子是讲说，像以前我们讲说国防预算很高，对不对？哦，那大家就骂说啊，我们不应该把国防预算编那么高，我们应该要重视什么？重视什么？好啊，那我们这政府就开始编了，那他就要把国防预算降下。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他说。他就开始怎么讲？他说：“这个国防部下面有个什么？有三军官校，陆海军、陆海空军官校。这个我们一般的，我们直接认为说，陆海空军官校，它是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国防部有关？它陆海空军官校是在培养军中的干部嘛，军官的训练学校嘛，是不是跟国防有关？没有，他后来他把行政把它解释没有，他那个陆海空军官校也是学校。”所以这些学校的经费要属于什么？属于教育啊，啊，他就把它编到教育部里面去，啊，这个的话，马上可以举例啦。那这只是个例，把很多的这些国防部的预算编到教育部去，那国防预算降下来，我们的教科文，我们教育预算增加，但问题是这个合不合理？这个就是科目在乱那个什么隐藏性预算嘛，对不对？啊。好，那在这一两年还有另外一个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因为去年前年的我们政府不是在进行组织再造方案吗？那组织再造方案的话，我们知道说组织再造方案大概有没有效果，大概我们可以从两一个就是你组织再造，一个就是说人有没有减少嘛，第二个就是有钱有没有省下来嘛。但是我们看这个组织再造方案的话，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统那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有统计过，其实我们政府的用人单位，它的总共的用人数并没有减少，所以它要少用人，这个已经破功了。那另外可能我们这几年我们可以给大家看到，就是说它的预算呐、有没有降下来啊？所以说组织再造的方案的成效，如果说他人也没降下来，那就代表说这个组织再造方案其实那再造了些什么啊？把这部门之间这个什么啊搬来搬去，但是没有效果啊！好，所以说这个政府的组织再造方案的预算成效也是什么？好，那第七个啊疏失，常见的疏失就是什么？啊，政府委办或补助的费用胡乱呐！啊，那这些的话是广结人脉，还是寻求政策的论点，还是充当这样？哦，我们政府有很多的这些怎么样？这些委办啊，或者是这些委办啊，或者是补助的费用啊，在补助各地方啊，那这些的话，你说它有必要嘛？但是有时候执行的有没有去变成是他们选举给他们的庄脚来用的，有没有可能？好，那这点的话，都是我们在预算审查，好，我们都要注意的啊。这个在那个六月底，好，在那个不是在那个五月底那个什么那个六五月底我们那个上一个会期立法院啊、结束最后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什么6年600亿的什么黄鸿治水预算呐、啊，那这个预算来讲啊、其实不管国民党、民进党、台联或者亲民党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立法，我认为说没有人敢挡啊，啊，为什么没有人敢挡？因为这个治水预算，你如果说谁讲反对或哪个党讲反对，你过几年或者是如果说哪天发生大水灾，因为这个跟人民的财产生命有关呐、啊，那到时候会不会被骂死？会啊，你说你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啊，你说这个预算你敢把它挡或者不给它过？啊，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立法院休会的钱一定要大家都同意要让他过？因为真的没有人敢挡他，因为这个你到时候如果说把他挡的话，如果到时候出事的话，真的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起，所以给他过。但是过了是不是就没问题？其实这里面来讲，我们要知道说，这个6年610亿，这已经黄鸿治水第二期的工程啊。那第一期的话是800亿的话，那个钱你如果真的去给他看的话，有时候你真的看了你会怎么样？会吐血啊！啊，真的，他这个钱拿去的时候，可能到了县政府、到地方政府是怎么样？他是变成是给他的庄脚，这照顾他的庄脚的。那我如果我是县长，那你们这几个是支持我的，你们去找个什么工程公司，那就找3家来，那就标给你们了，啊，这个像这种的，你会发现说，这种钱他拿去是变成是说拿去做什么，照顾他庄脚，或者是照顾他们一些特定族群的利益，这样好不好？这样不好。那这些来讲，这个还算是说他们是，我个人认为说这个是舞弊，还算是那个。他们不出事便罢，又出事，他们好，你敢做以后，你自己要承担这法律责任。那你如果仔细再去给他看呐、啊，看上一期的那个治水工程呐、啊，哦，有时候你真的你看的也会非常非常的生气，是什么？哦，他们用什么？用景观工程来防洪啊！我们的那个治水工程里面有的县市有的地方是高达20%几是用来做什么？用那个什么？用景观工程啊！那我们要想说，我们不是反对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什么这个景观工程，只是说什么这笔钱是要做来防洪治水，你应该是来做堤防筑水坝。你如果要做景观工程的话，你另外再怎么样，你再去编预算，或者是因为它的原因在哪里？有它的先后，有先后缓急不一样啊。你防洪治水，这跟人民的生命财产，你是要赶快做。那景观工程这个。以后有钱再做，没钱不做，或者晚一点做也无所谓啊，是不是这样？不是啊，但是有很多地方首长就是什么，把这个钱拿来就是什么做什么做步道了，做什么？那你会觉得说，这个钱来讲啊、哦，是大家都不敢啊、哦，那给这么多钱，但是真的是不是有没有用在刀口上？啊、哦，那你真的你给他想说啊，为什么他这个首长他要这样子这做景观，因为怎么样？因为做景观工程的话，是不是选民看得到？这条水沟旁边的什么河边公园是某某人做的哦，还可以立个石头啊，某某人做的啊。你如果说是做一条堤防，做个什么，做个水坝，或者是说什么，这个做好了，讲实在，你不会在那个什么河中央什么你挖那个什么挖淤泥，那你在那个里面写说这个淤泥是我挖的吧？会不会？不会呀、啊。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我们整个的预算来讲，我们要审查的时候，哈、哦，真的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说过不过以外，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来确实来的什么来注意说，他这个到地方用的会不会变质啊？好、哦，你可能就是说。要给他强调说这些钱你要用在什么地方，哦，那刚才那我只是讲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有时候还没有当立法委员之前，我也觉得反正也是很多东西也是看报纸上来，但是真的去有时候你会觉得说，真的看了有时候真的会吐血，真的说啊，这些跟人民生命有关的钱，你敢这样子乱花或者是什么呀？然后这个几个我的支持我的庄脚，我们大家就把钱就把它分掉了。这样好，这样会不会很那个？好啊，或者是说哦，没有，就是为了我个人的什么的那个，我把钱我就用在那些不是该用的地方啊。啊、哦，好，那第八个来讲，就是常见的缺失，就是啊、哦，考察会议这些会用的必要性是不是合理啊？啊、哦，我们政府有很多的考察或者是会议来讲，哦，这个是不是必要啊？哈、哦，这个。对不起，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台东来的哈、哦，这个不是说对台东的特别起见，但是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拿台东来做例子。台东最有名的就是我们那个县长有没有邝丽珍有没有前几年的，哦，那大家想说，哦，他当一个县长是真的台中那么台中太英雄哈哈，哎，再讲县长一年有那么多是出国的机会呀、啊，啊，真的有那个必要吗？啊、哦，这个像。各种考察会议啊，
哦，这个我想，这个台东差不多前几年不是那大家都在讲说那个什么邝丽珍邝县长和啊，对呀、啊，台东啊，台东哎，台风的时候也出去啊，哦，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有很多所长各单位的话是这个是不是必要？这个类似像这种也是我们都可以来要注意的量。那另外第九个的话就是说。各机关或所长的小金库林立啊，因为我们在讲这一个预算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说预算要经过这个立法机关审，那很多行政单位或很多机关所长，他就希望有一些私房钱呐、啊。私房钱来讲，有些哦，你如果说是少量的，你说我们也认为说无可厚非啊，你知道说有时候机关所长，你说真的要做事情，你说真的。什么事情？我们法律预算法是规定说一定要经过预算，然后要经过立法院通过审查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执行上来讲，有很多都是所长还是要有一些行政裁量。但是如果说这小金库如果说有的是太过分太多的话，哦，那真的会可能是会有很多的弊案呐、啊。哦，那或许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在讲故宫，对不对？哦。故宫的话，我们故宫它是属于什么？它是隶属于教育部的哦。啊，它其实我们一般想到教育部的单位，你说如果经济部的，它本身还有盈利事业单，还有故宫照讲教育部的会什么？但是你知道，故宫来讲，它有一个贩卖那些什么，那个艺品呐、啊，那个复制品那些，对不对？啊，那我们知道说那些艺品来讲，其实啊，它那个金额多不多？像。故宫有那个卖那个什么翠玉白菜那个黄帽的那个一个好像如果我没有记一个好像1200啊，其实那个你看那个成本多少，大概不用100-200块200-300块吧，利润很高啊。然后现在有很多所谓的陆客很多，你看他那一天能卖出多少？但是你知道说故宫这个他卖这些东西是什么在卖？他的消费合作社在卖啊。啊，我们一般想象中的消费合作社应该是什么？很小嘛，规模很小，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学校的什么师生消费，就是说，那搞不好一天或者一个月的营业额没有什么那个，搞不好都还比不，应该它的规模应该还比不上一间的什么 Seven Eleven， 应该是不是这样？但是你像故宫这种，它这个是不是跟它是消费合作社，但是它这个规模大不大？可能搞不好我们在座，可能我们很多人如果有经营公司的话，我们公司的规模可能营业额都还比不上它。对不对？它的利润也很多啊，但是它就是一个什么设立，就是用一个这种东西，一个小金库这样子啊。好，那第十个就是什么？追加预算、特别预算常态化啊。哦，这个我个人是非常反对，是说这些什么追加预算啊，说特别预算常态化，甚至包括立法院的什么临时会也常态化了。哦，这些其实都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追加预算啊或者是特别预算，这个应该是说你有紧急或特别的，这个才是它存在的意义啊。比如说像我们前几年哦，十几年前我们发生的921大地震，921地震要发生之前我们知道没有人会知道，对不对？那921地震一发生以后，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要启动各种的救灾机制？我们是不是道路桥梁要赶快修复，要什么？我们是不是要花很多钱？那这种时候，像这种钱，我们来动用这些什么追加预算、特别预算，合不合理？合理。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政府有些单位来讲，他追加预算跟特别预算都已经把它什么用到90%几呀、啊？那边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紧急，这变成什么变相的？只是说你的一个什么，你的一个经费的支出啊。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位同学在问说啊，我们这个。台北市政府这个什么市大会哦，这个要花200亿啊，那收入120亿，还差80亿，要怎么弥补？我说可能中央补助，也可能这样。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那个郝市长他说他们要动用特别金、特别预算呐、啊，啊，你特别预算拿来用这个对不对？哦，这个其实都有问题啊。那这个来讲是讲的只是说你执行的问题。那如果说特别常态化，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呀？还有一些可能是舞弊的问题是什么？这行政单位有的时候他会用一个手段，一个技巧是什么？
我明明要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只是先编一个什么很少的、很小的金额，编个3亿、5亿，而且都没有什么样子，你都完全都没有问题。那你议会你就通过了，或者立法院你就通过了，然后通过了以后怎么样子？他就接着说：“好，这个已经做了，那他后续工程要几十亿、几百亿。”好，这个就是什么小小标榜大标嘛。先啊，你走起来，咱台湾一句话叫做啥？头都碎了，无看你变安怎，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头发洗的？你一定要把它洗完嘛。你如果头发洗的、头发湿的，你不洗完，你能够说好？那洗到一半说我不洗了，可不可以？无可能嘛。所以有很多单位，他就是利用这个技巧，就是说，哦，他先编个小，那到时候再什么？这个已经花了10亿了，那你如果说好，你现在如果不再继续做的话，你这10亿的料理啊，就来很多来威胁你议会啊或立法院说，好，你如果不让我再用的话，那要怎么用？那我就再来追加预算了。好，类似像这种的话，都是我们常见的这些什么预算的疏失啊。啊，当然这个如果要讲，还可以讲很多啦。啊，不过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这个。好，那我们接着再进到下一个，就讲说。好，我们知道他问，那我们在这个实战篇的话，我们立法院的审查实务，我们怎么来审查？哦，在审查的实务来讲，好，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地方，好，第一个就是讲说，哦，我们的法源依据啊，我们审查期间种类啦、目的啊，好，单位，好，我们现在下来看哈，我们现在看一下说。我们立法院在审查预算，其实，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吵吵闹闹的那个只是一个表演啊，那只是个表象啊，啊，但是它里面它还是要审查的时候，还是要依据什么？依据法律来审查。那它的法源依据有什么呢？哦，预算审查的法源依据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什么？预算法，一个是什么？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程序呀。哦，一个是说比较实质的，一个是比较程序的，哦，最主要根据这两个啊，哦，好，那预算审查来讲，审查的时间期间在什么时候审查？我们知道说立法院的话一年来讲有两个会期啊，第一个会期是2月1号开始啊，第二个会期是9月1号啊。那我们知道说预算审查的话，通常是要审查下一年度的预算嘛，啊，所以下一年度不要以我们现在讲明年104年的预算，它什么时候会开始审查？就是今年的9月，所以说是在立法院每年度的第二个会期的时候，啊，就9月1号那个会期的时候要进行审查。那审查的时候，9月份开始的时候，它。我刚才有讲，通常是在8月份的时候，哦，这个行政院才会把各单位的预算书送到立法院来，那才分配给各个立法委员。好，哦，那审查不是说，啊，他送来的话，今天送来，今天就开，不是，哦，所以说他通常审查都会到什么？到会期的中段才开始排预算审查。那审查的话，因为我们有这些期间的考虑的话，通常会先审查什么？行政院跟他所属的机关呐，啊。因为你如果说没有这个行政这个、公务单位，你如果没有在12月底以前哈，审查完毕让他公告的话，会不会影响下一年度行政单位的这些正式的推动？啊，所以说立法院的话，他的审查会哦分成两个，一个是行政院所会比较早审查，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什么这个基金跟事业单位的审查。啊，这些的话哦，因为你他不是公务单位来讲哦，你如果晚一点的话，这个会比较。有弹性，所以审查的期间会先行政院跟所属公务单位，然后再来是作业基金啊。好，那通常我们在实务上来讲，可能下个月哈，8月底9月初的时候，哦，我们知道审查都在会期的中后段哈，那在8月初、9月初，可能立法院就会收到什么？收到这一个各行政单位送来的预算书，然后。很多我们就可以在媒体上或报纸上看到很多立法委员就开始在讲说，哦，这预算怎么怎么，但是这个收到预算书这时候所做的发言来讲，除了争取哦媒体的曝光跟给这个行政单位预告我要看你什么东西以外啊，
基本上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正式排入正式的宴会，对行政单位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或实质的影响力啊。所以我们预算审查是到会期的中后段才会开始啊。那九月份会有一波的预算审查的热潮，但那个只是一个热身赛啊。好，那审查的方式的种类有分成两种啊。审查的种类，那立法委员或立法院怎么来审查，怎么审查预算啊？大概可以把它归纳成两个，一个是什么策略性的审查，一个是什么专业性的审查。策略性的审查是什么样子啊？它是以政治性的考量为主啊。这个策略性的话，包括如果说好政治性的考量，比如说像我所属的是台联党。那台联党来讲，他可能是对于的立场，可能是对于这个中国来讲，中国一直想要并吞我们台湾，我们是非常反对的，对不对？我们反对，我们认为说台湾根本跟你中国没有关系，你不应该动。像前阵什么那范立清讲说什么台湾的前途由全体包含台湾全体中国人决定，我们讲你在说什么？你为什么不说美国的前途由你中国来决定？看你敢，你如果敢说美国的前途由全体中国人来决定，那你再来说我们台湾有点哪里有说我们台湾，我们家的事要我们家要怎么样要你来决定，这个是我们是反对他这样。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是说，这个你陆委会你也没有做很严正的抗议，那我把你陆委会的预算全部都删掉，可不可以？可以啊。那这删掉呢？你问我为什么删掉？没有为什么，就是不爽，就两个字不爽。啊，有没有理由？不用理由，就是不爽。这种纯粹是什么？一种政治的表态嘛，对不对？我就是表达我的立场，我就是不满意中国的对台湾的这个什么样怎么怎么样。这就是一种政治表啊。中国的你对中国的不爽的表态来讲，说在的，那我们想说，那跟陆委会什么关系？因为中国的预算我们又不能去删中国的预算，但是你陆委会你是跟中国的对口单位，你没有适度的处理，我就怎么样，我就把你删掉。这个什么纯粹是政治的考量嘛。这个你问我为什么要删，没有为什么，只是真的就是政治性的考量。这种就是什么策略性的审查。那另外有一种是什么？不是这么情绪，而是就是一种专业性的审查。那专业性的审查来讲，就是以什么？我们是以快审法规或查核技巧为主啊，我来看说你这个预算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啊，这是审查的种类。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说，那审查的话，我们说预算审查，那预算审查到底是由谁来审查？当然，我们在讲说由立法院来审查，那这个只是立法院或者是由立法委员是谁来审查？啊，其实我们都有更精确的一点来讲。会对预算进行审查的有三个单位啊，第一个是代表立法院的什么预算中心呐、啊，这个预算中心是立法院里面编制的一个单位啊，那这个单位来讲，它是代表立法院来进行审查，但是预算中心因为它是属于立法院的一个组织里面的一个单位，它是属于什么一个常设性，而且是它里面的人员也是公务员呐、啊。所以说他们是比较专业，所以他是强调中性的审查，他的政治性较低呀、啊，他这个比较不会说是站在哪一个党或者，他是站在基本上他是代表立法院来看你行政院编的预算是什么样，那他政治性较低，他常见的审查意见是像什么，比如说单位的营运机太多了，约聘人员比例太高了，或财务结构不良了，这些问题说在的跟政治性没有很大的关联，但是是一个什么比较技术性的啊？这些问题很多都是什么结构性的问题呀、啊？这行政单位很容易就可以解释说明啊，比如说像你如果问他说你约雇人员太多，他就可以讲说这是配合什么人力精简的什么预缺不补的政策，所以怎么样，我就必须要约雇人要聘用多一点，这个很快行政单位就可以这样回应你，所以这种问题的话每年重复的比例非常的高啊。所以这种的话，它是预算中心的审查，它是代表立法院来执行这审查。那因为比较没有这個，但是这种来讲，这种题目，通常是做什么？效果不大嘛，因为行政单位会不会怕你？不会。但是这种题目只有适合怎么样？有些立法委员没有做功课了，而且也没有适当的题材的时候，
哦来使用，这个对政党对委员个人形象的加分不大了。哦，这个我们知道说委员不见得每一个委员都很认真呐、啊，啊、哦，有些委员来讲，哦，整天的那个什么啊，的招托啊什么样子啊，他哪里有时间做功课啊？他没有做功课的时候，你预算审查的时候，你立法委员你完全都什么都没有发言，那、啊、人家会想说、啊，那你立法委员到底当真的当假的啊？所以有些立法委员就会怎么样，哦，去把预算中心他们会 list 出来很多的问题、啊，他就拿几个问题来问，啊，但是这个问的话，你如果说一般人。听了会知道说你问有问跟没问一样这样，所以对他所属的政党或对立法员个人的加分并不大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是预算中心他会进行审查。那第二个会执行这个审查的单位是什么？是立法院的党团呐、啊，啊、哦，因为几个主要的政党的党团他们会不会进行审查，也是会进行审查。那如果立法委员的党团来讲。他通常就是以党的立场来检视执政党的施政报告啊，哦，就整案来进行啊审查了。例如说，哦，台联反对马政府的亲中政策，可以把啊这个陆委会的预算是不是变得太高的宣传加以删除啊？这像刚才讲的，你问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是一个政治表态啊，就是说我们反对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删掉。好，那像前几年那个美牛进口案，对不对？台联反对美牛进口，但是国民党来讲，他们人数比较多，他们表决还是通过，还是可以进口，对不对？通过了以后，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我在法案上我输你，但是我可不可以把你的什么美牛进口相关的费用全部都把你删掉？删掉了以后，你虽然你法案你通过可以进口，但问题是你没有钱，你可不可以执行？啊、哦，没有执行，所以经济部会不会又要再来那个什么想办法，还要再解冻，再把它恢复？那没有关系啊，再解冻再恢复，那等于是什么，另辟战场嘛，我们再来吵一遍嘛，哦，这个像这种的话，党团的预算审查时常在玩这种游戏啊，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啦，哦，就是说，哦，我就是宣示一下我党的立场或党的政策啊，哦，来跟你那个啊，哦，这是第二个是党团这样子啊，哦，那第三个的话，在执行的话就是委员个人呐，啊，哦，那。立法委员个人来讲，也是预算审查的主体，最主要的。那立法委员个人的话，就是可以就关心的议题每项来进行这些审查了。啊，那因为每一个委员来讲，他可能代表的背景不一样嘛。比如说像我来讲，我可能我会比较关心什么议题？哦，教育的议题一定我要多讲一点嘛，对不对？因为我当过校长，所以我来自于教育界，所以我可能我的那有的委员他来自于环保，他可能就是会对于什么环保多讲一点，好，那这个就是每个委员的执行这样，好，那除了这是有关我们的预算的执行单位跟他的重点，好，那我们不管怎么样，那我们怎么查核呢？啊，查核的话，你要审查怎么审查？第一个来讲，啊，我们就看他有没有合法性啊。啊，那你要跟预算相关的法规是否相符啊？啊，因为行政单位你在编预算的时候，你第一个基本要求你不能违法嘛，所以你一定要依照法规，啊，规定的是怎么样，你就要编了。比如说像我们的宪法有规定是说，我们的教科文件一定要占我们的支出的比例有多少，那我们再来看说你这个支出有没有符合这个标准这样，啊，那第二个来讲，合法如果说检视。这个合法性一般来讲，行政单位不会逾越，大部分啊，他们因为他们很多的在编的人都是公务员，所以他们通常来讲合法性都比较不会有问题啊，哈。那如果说合法，又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合理性啊。合理性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它是不是跟施政计划是不是相一致啊？啊，这个像比如说行政院长如果来做施政报告说啊，我们今年我们要照顾弱势啊，照顾什么什么社。那我们来看一下说你跟我讲说你要照顾弱势，我就看你的预算你在社会福利支出有没有增加啊，对弱势的支出有没有增加，如果有的话那你才是一致，如果没有的话那代表你的什么施政报告只是口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步可以看它是不是跟施政计划是不是一致啊。那第二个来讲，我们合理性我们可以来进行这个什么分析性的复核程序啊，这个可能对各位来讲可能是比较复杂，因为这是比审计上的一个专业。因为我们知道说，哦，预算来讲，在会计上来讲，哦，我们有很多的技巧啊，很多的这些
科目跟科目报表跟报表之间有它的关联性啊。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家公司或一个单位来讲，啊，比如说他跟你讲说他都没有负债，哦，看起来是不是很好？这个组织他都没有负债，但问题你在资产负债表看他没有负债，但是你在他损益表里面他却有利息支出，这样合不合理？不合理啊！你有利息支出的话，你为什么要有利息支出？利息支出的前提就是有负债。你有利息支出，你竟然跟我讲说你没有负债，那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刚好到12月31号那天前，你把所有负债都还清，有没有可能？啊，也有可能这样。但是最少，如果我发现说你有利息支出，你跟我讲没有负债，我是不是要合理的怀疑你这中间有是错误？第二个来讲，我这个例子很多啊，啊，这个比如说。你这一个固定资产有一些增减的变化，啊，你固定资产有减少，那我会不会我看到你固定资产减少，我要不要马上联想到说，那你有没有处分资产的损益？啊，除非说你这个固定资产的出售刚好是按照账面价值去处分，啊，那才你的处分资产损益是零。但是通常来讲，我们处分固定资产会不会完全按照这个什么账面价值，通常是不会嘛，所以你一定很有可能是什么有这个损益。那你有这个固定资产有减少，但是你没有处分资产损益，那很有可能是怎么样？你这个处分的利益是不是被个人拿走了？啊，对不对？你这个比如说你有一我们讲说比较一个公司，他有一台车子卖掉，除非说他这个车子是报废的，或者是按照账面价值卖。要不然来讲，是不是说他这个机器设备或者车子卖掉的话，是不是说不定会有一些差价，有一些什么？那车差价如果说你没有呈现出来，我是不是可以怀疑说这差价会不会被你这公司拿到变个人的？同样的，这些政府也是一样。哦，像类似这些的话，我们这个在审计上、在会计上来讲，你可以从他这个报表之间很多的关联性，我们去做这些什么分析性的复合程序呀。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趋势分析呀，哈，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支出它都有这个什么连贯性，比如说你去年的人事费用是多少，是500万，今年啊变成800万，我就要怀疑你这个编列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个是什么？你可以从前后年度来看的。好，那再来是说这个结构啊比例百分比的判断，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支出来讲，通常占我们的有某一定的比例，比如说我们的业务会里面哦，有多少是用在广告会？你今年这个比例是10%，你今年变成20%、30%，这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类似这个都是我们来判断它的合理性啊。好，那第三个来讲哈，除了合法合理吧，那第三个查核原则就是什么？政治性啊。那政治性的话就是什么啊？这个就比较主观一点，就是说我可以什么？反映疫情啊，啊，这个比如说像今年12年国教，大家吵的这个样子，你说今年在预算审查的时候，要不要对教育部的这些国教署的这些预算，要不要多关心一下？你钱用在哪里，或者你有没有做什么宣导？啊，这个要不要反映疫情？第二个来讲是政党的立场主张，啊，这个像我刚才讲的，哦，我就台联的立场讲，我就做政治宣示，政党宣示，啊，政党主张。好，那地方需求考量，好，有些是属于区域地方选举出来的，啊，那他要不要争取一些地方的预算？啊，他如果不争取的话，他下次的话，他要不要选？啊，那他一定要争取一些地方，啊，他可能不管你整个官，但是他一定要帮这个地方争取一些预算或做一些事，他下次选举的时候，他才写得出他的政绩呀。好，那第四个的话就是个人的需求啊。哦，那每一个委员来讲，你关心什么话题？哦，立法委员你都可以个人需求也可以来查核这样，啊，好，那这个我们预算审查哈，预算审查也是一个案子啊，跟法律案来讲，啊，预算案来讲也是一个案子，也要经过三读会呀，啊，那通常在一读会的时候啊，好，我们这个预算案，我们立法委员也要，党团也要，或啊，我们。通常我们要提供足够的预算案呐，啊，来凸显本党或者是委员的努力啊，跟扩大影响力啊。你在一读会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出适当的量啊。你如果量不够的，人家想说你这个立法院到底有没有在做事，是不是这样？好，所以说这个在一读会的时候，
哦，一定也要有相当的量哦，才凸显你的努力或你的影响力。啊，你如果说立法委员你都不提案的话，那行政单位会最喜欢。为什么？因为你都没意见呐、啊，他会最喜欢你。但是怎么样，你可能会变成最没有影响。所以一定要有相足够的量，但是也不要太过于胡乱呐。啊，以前有些立法委员真的是这个是很不好。以前曾经有一个立法委员，他一个人就提1000多个案呐、啊。那他提1000多个案的话。啊，人家就怎么样？他就是，每个单位他都给你提案，然后就是说你就会怎么样，就会来跟他谈呐、啊，哦，那谈他就谈出他的要求是什么样子啊？哦，这个以前我在当校长的时候啊，哦，就曾经有个立法委员，他完全针对各个学校，后来每个很多校长大家在一起的话就怎么样？哦，原来你也收到他就是说。都发通知给你，要你来说明。那、啊、你知道，一般校长如果说接到立法委员的这些，啊、哦、这些单子的时候会怎么？当然会紧张啊。那校长是还不至于说自己跑去跟，但是一定最少要派什么？派总务长啊或会计主任去跟他请教一下说，说啊委员有什么指教什么、啊？哦，那通常去的时候他怎么？他就很客气，他就很肯定哦，你办学绩效很好，怎么样？哦，讲了半天，然后接着呢？啊，但是你们学校就是经费不够了，设备不好，哦，那他就跟你讲说，那我要帮你争取什么经费，计划书我也帮你写。如果说有些校长如果比较单纯一点呐、啊，听到了会很高兴，哦，对啊，怎么样，帮我争取经费，然后我什么事都不用做，然后呢，他真的也是帮你把经费争取下来了，但是经费有了以后，执行的时候，他厂商比如说他把你换 LED 灯，然后怎么样子，厂商他指定的，啊。啊啊，他指定的那中间不晓得多少差价被他赚走了，那你想想看，一个那你这个大学的话就变成只是他洗钱中心了，是不是这样？他把你找来，然后就开始跟你讲哦，他也不是对你很凶，他就很肯定你很辛苦，但是你们好可怜，你们没有钱，没有经费，没有什么，没关系，我帮你争取，哦，那你听得好感动，对不对？这么好，立法人对我们这么好啊，争取来了以后怎么样？有钱了以后，但是厂商是他找的。那你变成你只是帮他盖章跑这个人头的这个哦，所以这个有时候哦，这个委员要注意这个哈、哦、那到二读会的时候啊哦，通常很多的案子都会在二读会就会怎么样哦，就会获得处理啊哦，那到三读会的时候才是最后定案啊哦，最后定案是什么样子啊，对，说你对预算有一些处置，那处置有大概有三种，一种是什么？删除啊，你这个某某单位的预算，我就把你删除啊，啊，那另外有一种是什么？删除也不，我就给你统删，比如说统删10%、20%，啊，那第三种的话就冻结啊，好，那这三种的话，他们有不同的意义啊。当然，我们一般会想说删除或统删是不是最严重？啊，其实是蛮严重，但是有时候要小心呐、啊，因为有些单位你。有些行政单位他本身不想做的话，他甚至还希望你立法院把他什么，把他删除。他删除了，他这个事情他不用做。然后如果人民骂的时候，他就这个钱被立法院删除了，不是我不做，是立法院不给钱，有没有这样？有可能这样啊，或者是说你说啊，那如果这样，我不要给你删除，我给你统删，比如说统删10%，好像他钱变少了，对不对？他有影响，但问题是。统删回去，可能这个首长的话，啊，我们的钱被立法院统删10%，那我们重新分配的时候，他不是各单位平均分配，他可能是什么？哪些单位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他给他多一点。那反正这统删的哪一个单位比较不听话，全部都统删的部分都塞到你那边，都里面减少，啊，所以要注意说统删的话会不会变成是给这些机关首长他一个操弄的空间呐、啊？那其实一般行政单位他比较怕的是怕什么？你把它冻结啊，哦，冻结的话是说，我没有说不给你钱哦，你钱还是你啊，但是一冻结的话，你要来报告或者说明完了，我再解冻。但是这个解冻这个空间可能拖三个月、拖半年，会压缩到什么？他的这些，啊，他的这些执行的期间嘛。那执行如果没做好以后，哦，他到时候审计部的话，这个首长他就会。要写报告会被盯啊，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三读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的一些结果这样，啊，然后最后来讲哈，这个是我们
利用很快的时间呐，哈，不到两个小时，不到三个小时时间来讲，我们跟大家讲，那最后我们要讲说，哦，最后结语是说，理性预算是不是天方夜谭啊？啊，在理论上来讲，我们大家都认为说，哦，预算应该是要很理性，但是有很多地方，啊，我们认为说理性是一个天方夜谭啊。那政监预算就是说，有些预算我们审查到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增加，但是其实有很多。很多其实都是延续性的，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审查？我们就这样，哦，这个也是理论上有很多人在探讨，但是这个也有很多人赞成或反对，哦，这些都是比较思辨性的，我只是把它列出来，因为我也知道说没有时间讲这些啊，哦，那再来的话，当然就是一个什么，我们刚才跟大家讲预算是吧？它不是无字天书，它是一个有字天书啊，它都有它的数字，但问题是这个数字怎么样？啊，哦，我们要把关来讲，其实还蛮难的啊，哦，那。我只是觉得说，第一个我真的很佩服各位啊，哈，能够说在这样子的上课时间，哈，这个不到三个小时，能够说来听这个，有应该来讲算是有点枯燥的一个课题啊，而且还大家还听得这么认真，哦，真的非常感动。那当然我也更佩服我自己呀，哈，能够说有。能够有这个勇气要用两个半小时把这个东西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然后不怕说到时候大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真的也很佩服自己的这个勇气。这样，那我们这个上课时间呐，哈，这个我每一次我都要重复的讲一次啊。这个当老师以后哈，我发觉说上课没有准时上课，我真的都不用担心学生会不高兴，学生都会说老师你慢慢来，只差没有说老师你最好不要来。但是下课的时间如果不准时下课的话，那我真的会发现说，哎，真的好像学生都会什么坐立难安呐，啊。一开始我也觉得很不以为然，很不能忍，但后来我渐渐释怀了。我知道说，因为怎么样？因为其实同学来讲，他们还有他们下一堂课，他们搞不好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他们要去打工，要去约会，要去做什么？他们很多事情，老师很热心，你意犹未尽一直讲，但是会影响到别人的什么的下一个行程。所以我都尽量努力的，我们该下课的时候就准时下课。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多延误了两分钟，不好意思，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同心，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校长、立委带来的演讲。好，各位郡守、阁员哈。下午三点半下课后哈，有要搭交通工具的，记得到前面办公室登记跟缴费。好啊，下课休息二十分钟。下课后有要搭交通工具的，记得到前面办公室登记跟缴费，谢谢。等一下，十点二十分开始上课哈，十点二十分。